第36题，请问小球在 O 顶点时所受的加速度大小为多少公尺秒平方？那我们晓得这个上抛到落下的过程中只受到重力影响，它的就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，而它的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。题目上已经告诉我重力加速度是10公尺秒平方，所以它在 O 点或者是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点的加速度都是10公尺秒平方。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小球在 O 点顶点时所受的加速大小为多少公尺秒平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10公尺秒平方。